今天爸爸来探班，给我带叉烧饭。然后今天我是要来安利，我今天安利的三个东西呢，就是，一个我最近买的小包包，不是小包包，算大包包，然后是迪士尼的，我是在上海机场买的，然后我想说上学的时候可以用，我上学有时候不带电脑会带 iPad，所以这个还挺可爱的。今天没装什么东西，就给你们看一下。第二个介绍的呢是这个是 Olay 的 A 醇身体乳，然后这个就是，比较有功效性的，就是以前就比较看说香啊，或者是有没有够滋润，但这个就是它可以比较淡化细纹，或者是就是让你的身体嫩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就会在手肘啊，然后脖子、膝盖的地方多涂一点。然后通常是活动的时候用的，就是几率比较高，比如飞来飞去的时候放行李箱里面，我就直接放一瓶，然后把它扭住。所以这个就是我安利的第二个东西。然后第三个东西呢，就是我最近用了特别特别特别多的一个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我现在是有刘海的，然后大家就一直问我说我刘海怎么长那么快，其实长得特别慢。但是呢，我就用这个东西呢把它定住。其实基本上，三个活动已经快把它给用完了，因为就是我的化妆师李丽姐天天，然后这边在，然后这瓶已经基本上快没了。但是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用，是吗，李丽姐？是的，它是心动派的整发料，然后这应该是日本的。特别小一瓶，但是可以托运，不可以带上飞机。好，今天的案例就这样结束了，谢谢龙哥的客串。